各位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我现在在北潭涌这个营地入面，我们正在在这个的蓝图营当中。我们大家呢是有不同的人、不同的孩子，还有永仁台湾永仁篮球队、永仁中学篮球队在我们的当中，跟我们一起来帮助我们。我很感谢神可以有时教练、师母他们带着这群孩子来激发我们对篮球的热爱，提升我们的技术。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所以我们四年没有来香港参加篮球营。我带了十八位球员来，那他们今年来的非常的兴奋，而且他们知道我们是要来武堂六一参加训练活动之外，篮球营之外，还有参加一些敬拜，也可以看一看我们六一所有的青年牧区啦，还是我们的主从，他们都非常非常的期待，包括我个人也是一样，因为那么多年没有来香港了，我觉得今年能来看看牧师师母，看看我们这些同工伙伴，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兴奋的事情。我相信神呢，要透过六一篮球队在香港这个地方，要香港的篮球界呢都满有神的同在，神要赐福给我们，好开心啊！期待下一次你都在这里啦。